各位晚安啊！嗱、啊，你见到今晚呢个 topic 咧，你又觉得有啲唔知咩咩叫 N D A 嘅、啊？啊，N D A 咧系而家打美国线嘅香港人有啊，提供一个消息就话呢个 Safe Harbor Act 即系向香港人提供亚文待遇嗰条 Act 咧。 就會並入 NDA，咁 NDA 係咩嚟咧？呢 n d a 係每年都會過其實由六十年代開始，呢、这個係美國嘅重頭法律嚟嘅。因為點解叫重頭法律咧？美國有一種叫做 Authorization Act，Authorization Act 就係國會授權同 Federal Agency 去做嘢嘅一個法律，咁。 一般典型 a u t h o r i z a t i o n ad 咧有兩部分嘅，一部分咧就係、是、我俾權個 agency 或者我 create 個 new agency，我 empower 即係一啲或者我俾一啲 assign 一啲 a d mission 俾你，咁你個 agency 就要做。但係呢，a p p r e 另外一部分俾錢個 budget 嗰部分咧就是、appropriate ad 嗰度邊再做，每年都會過一次。即係每有啲啊啊 u t h o r i z a t i o n ad 咧就係我。 冇新 set cross 嗰啲咧，我就係、是、我俾咗權利就一路行噶。所以有啲部門就係咁樣 create 出嚟嘅。最典型例子就係呢個太空軍，舊年即係舊年通過嘅，今年就成啦。咁就係係呢個太空軍個軍種就係 NDA Twenty Twenty 所 create，每年都要過一次。咁問題就係有啲咧就冇新 set，有新 set cross 嗰啲就要。 有一個 we are foritation at 去延續佢嗰個壽命。NDA 系每年都要過嘅原因，因為佢同 intelligent 嗰個 at 系兩個最重頭嘅。阿 Trump 係一定要簽嘅，因為如果唔簽嘅乜嘢都唔使做，好多嘢唔使做嘅。但係我話俾你聽，呢、这個係僅次於財政預算案嘅一個一個法律條文嚟嘅。其實即係每年軍隊要做乜？ 或者關於國防安全嘅嘢，唔同政府部門要做乜，咁就喺呢度做嘅。咁 NDA 咧就你話會唔會誒過得特別快？Say 哈巴埃就 I don't think 嘅、so、本來。咁係因為今年選舉嘅原因，好彩而家相依啊。因為咧 NDA 咧一般呢就 any 入全年任何時間都可以提出嚟，但係呢，好多時呢，有時呢。有。 有啲條文可能係好爭議性嘅，就去到十二月先至過嘅。即係十，因為咧通常咧一份 NDA 咧幾百成百幾條 amendments 噶，大佬你唔係一般嗰啲，譬如話香港人權嘅民主法啊嗰啲，大佬嗰啲嘅最多一兩條 amendments，有幾條咁啊，其實可以好快就搞啲 passage。Pass age, 其實係排隊問題嗰、那個係國會有共識嘅話就，就係排排隊嗰個先後問題嘅，純粹。 但係 NDA 咧就一定係最惡嘅，唔使講，就唔係排隊問題，就係、是、好多國會議員想塞自己嘅嘢入去做 amendments。咁有啲 amendments 係要傾嘅，或者有啲譬如有啲國會議員可能受到行政機關即係、就是、總統府嗰邊委託啊、呃，要白宮嗰邊委曲要加啲嘢入去，但係嗰啲嘢咧其實可能國會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因為你知美國冇冇一美國嘅政黨幾個同英國好唔同。 英國個行政機關同個議會係好緊密嘅關係，因為個行個行政機關係議會最大黨組成噶嘛，嗰啲全部都係國會議員嚟嘅。美國唔係嘅，美國國會裏邊冇政府代表嘅，其實係就算係參議院嘅議長係副總統咯，係咁多係 d e s e r t 即係呢樣嘢係令到，但係你知議長佢唔可以有太多個人意見，議長就係要公道做做行事嘅本身，所以你變咗。 喺美國嗰個憲政嚟講，即、就、係、是、NDA 有時如果卷入啲好爭議性嘅嘢嘅話，你你隨時等到十二月的，咁啊乜嘢都可以攤到晒。點解今年會快嘅 NDA 就係、是、誒、呃、個，因為今年係總統選舉年。咁如果總統選舉年呢，如果太遲簽 NDA 嘅，就對個。 總統本身，以至對嗰個成個選舉都冇，因為選舉期間就冇人認真傾嘢嘅。其實即你諗下，下個月就民主共和黨黨全國黨大會，全國黨大會至 <music> finally confirm 个 candidate 嘅。其實即係依家都係未未翻到 confirm candidate，未 official 嘅成件事，係去到八月先 o official。好啦。 你八月 official 之後咧就展開選舉活動，九月、十月、十一月。咁你國會邊？你嗰段時間邊可能認真傾嗰啲嘢嘅？跟住你話十一月總統大選，咁嗰段期間更加大家大家冇冇心去傾呢啲嘢噶。咁你去到十二月先至翻嚟傾，咁你跟住就係、是、已經係交接期嘅總統。即係如果個你唔知係咪連任噶嘛？如果連任啊，梗係可能問題細啲。就係如果你唔連任咪賴嘢，你即係你唔可以咁樣即係你。 咁樣做，即係如果唔連任，跟住個總統就嗱咁、呃，全部簽晒啲即係可能下任總統唔中意嘅嘢喺個 a f f o r d a t i o n Act 嗰度啊，就會出事嘅。其實咁唔係好得嘅嗰樣嘢。所以 NDA 咧今年咧就大部都好 hopeful 嘅，就,就應該係八月過，然後再俾總統簽。咁 Donald Trump 咧就好重視 NDA 嘅。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咧 Trump 第一就好少。 唔唔簽 NDA 噶，唔簽 NDA，大家唔使做嘢啦，係咪？第二呢，就係、是、誒，佢、呃、簽佢好中意我簽 NDA 嗰時咧，做一個大 s h 做一個好重大嘅儀式，有美軍啊，有美國國旗度啊，跟住話我喺國防上或者保護美國上有咁幾有乜乜乜 commitment 啊咁啊！啊，依、這個係 Trump 嘅 style 啊，要，所以。 依國會議員覺得將香港個 safe h a b o u r at 塞啊 NDA 度咧，大家個條嘢冇乜誒反對，就係咁過咗去，啱嘅。你 Donald Trump 亦都唔會唔簽，因為佢一定要簽嗱，最多簽嗰陣時咧，即係咧就睇下 Donald Trump 有冇意見，但係我覺得 Donald Trump 都冇有意見嘅。兩分鐘我嚟做文章。嗱，佢依個就所以，如果你話 NDAA 如果真係塞入去塞得有入去嘅話。 啲朝野啊啲議會都有曬共識塞入去嘅話，呢個係好事嘅。咁你就預期八月中就生效嘅嗰、那個嗰、那個 at，咁啊就做嘢噶。即、就、係、是、我知道好多五毛啊，誒、欸、通過啲咩法律有冇咩制裁型嗰啲？喂大佬啊，你已經 executive order 都有啦、啊、，executive order 公佈後十四日就要、呃、真係落刀做嘢噶。我覺得啲五毛咧夠啊。 呢無不外乎兩招嘅，第一就講講 fake news，講啲 fake 嘅嘢啦，係咪先？白冰啊，仍然俾人笑啊，大佬。誒，美國打仗要睇天氣嘅打，誒海，大佬依家全天候作戰嘅已經。沙漠風暴沙漠啲氣候啊，大佬永遠都唔會好啊，你聽。咩沙塵暴乜叉都有啊？你見唔見？你你因你得你,你美國唔打依家，依家現,现战代戰爭唔同啦。以前以前咧就好睇天氣嘅，二次大戰都仍然會睇天氣嘅。 依家唔係太睇天氣嘅，而家除非你打陸戰，去到仍然用翻坦克嗰啲咁嘅武器，咁啊你就你就需要考慮個問題。否則你唔好同我開玩笑啦，真係老實講，真係唯航空母人唯一考個戰鬥群唯一會 c o n s i 嗰個問題咧，係台風。台風就真係冇冇得颱講，台風嘅人雲太大，too big 之之。但係白冰講軍事真係，大係我得啖笑嘅真係。 好唔得啊！呢條呢條友我勸佢收皮啊！佢成日講錯嘢嘅，依即係依啲係擺明係收水防風人血狗大鬼啊嘛！連登華跟住就不外乎就係講 fake news 或者係資料嚟咯，k email 咯，我知 fuck email 邊個做嘅阿牛正喺 Facebook 都扮我發現，我覺得已經玩得夠啊！跟住整個假 email 去忽即係走去入入我 email 嗰度，我話聽我依件事我一定算賬。 呢件事我一揾夠證據一定算。仗，我唔明我我唔講笑呢件事，即係我大致障知邊個人做嘅，啲口吻不外乎一個係劉正英，一個最多嘅一個就係中出洋子咯，兩個撲街嘅。誒、呃，但係你如果你話誒嗰班人即係你話 NDA 會即係基本上應該朝嘢就冇乜反對啊！ 跟住咧就阿 Donald Trump 簽呢、這個香港自治法嗰陣時咧，就有個 sign statement 嘅，即係話我對我認為第幾條我覺得係冇效嘅，認為嗱嗰係冇法嘅效力嘅 sign statement。向撈嗰班人咧，即係陳鐵標嗰條撲街咧，就攞係大做文章。我有一樣嘢，我想同陳鐵光講，做人咧就唔好咁撲街。你同袁志偉都係嘅。 準備制裁嘅，如果再做呢啲嘅嘢，新聞界好多我哋呢啲即係以前跑新聞嘅人已經睇你唔順眼好耐㗎啦。陳鐵彪先生，袁志偉我都夠膽咬啦，袁志偉，你唔好話陳鐵彪啦，袁志偉今嘅校友添啊，呢啲人我覺得係要公開炳嘅。香港的主流全部死鬼晒，嘅，真係俾咗我。 就你知我依家淨翻主流傳媒香港主流傳媒體寫係《蘋果日報》嘅，就你見到我喺《蘋果日報》度寫文章，OK，跟、uh, 住我冇乜嘅香港啲主流傳媒我亦都唔想，唔係好想你香港啲主流傳媒 o、okay? k 有時你可能見到 o u T H K，That's it。商台唔會揾我噶，商台短期 OK。咁啊誒，個 sign statement 係乜嘢嚟嘅？sign statement 啊、uh,，sign statement 咧，其實係每一次。 總統誒、呃、簽個法案，佢都要覆覆翻國會嘅，其實佢要覆嘅。誒、呃，佢覆翻國會嗰時咧，佢就會有自己嘅 comment，即係嗰只一個我啊，我簽咗啦，我我陣調 post 嘅話嗱，我,我,、啊、我不過咧，我咁咁睇，我覺得咧個法律有咩問題，即係一段視視頻嚟嘅，所以冇嚇法界效嘅，就算真係以往啲 case 喺美國，我。 check 翻晒 Supreme Court 啲 c a 冇法律效力嘅，即係最多就系、是、真系讲句难听啲嘅生咯。咁但系几时起个 sign statement 系公开等大家知嘅？呢个系 Reagan 嘅传统，即系 Reagan 想提高个透明度，所以就将 sign statement 连埋喺、這个呢、這个即系、就是、f a b l e r e g i s t e r 即系联邦宪报里边。 我公個公布嘅法例條文一次個一炮個連埋出嚟，咁啊嗰個佢嘅 sign statement 咧，佢就提供總統當時對呢個法律以至呢個政策嘅意見，多數係啲保留意見啫。j o r g Bush 就做咗，同 o 巴 a 都係好中意咁樣做，做好中意保留即係各一啲保留意見。咁佢話一啲保留意見嗰時日後咧打官司嘅時候咧會有 reference 嗰種 for reference only。 但喺美國嘅憲政上，因為 only Congress can make law，啊，美國嘅憲政好清楚㗎。嗱、啊，啲人話 just make law，即法官見牙發，法官見牙發有個 i n v i t a t i o n 就係佢只能夠喺現有成文法同 constitution 嘅基礎上，就是、按危基上就加上去。但係佢唔可以 create 條 new law，佢佢唔得㗎。 嗰個建有一啲法律原則一啲 principle，但係法官唔可以建有一條新嘅歌，新嘅歌一定要翻翻國會行政機關美國嘅 administration 系唔可以 create 個歌嘅。美國,的 ration, 的美國你見好得意嘅，美國每一條就算好多法案係政府授意嘅法案都好多都係議員而私人法案。美國任何法案都係私人法案，即、就、係、是、美國一定係白宮。 同啲議員講：喂，你可唔可以幫我提條咁嘅標上去啊？咁當然，因為你個政黨、你個 speaker 或者個即係或者個 leader of m i n o r i t y 即係即係多數黨領袖，多數就會同就會同總統傾嘅。嗱、啊，即係邊啲嗱？呢、啊、位議員呢條歌呢，我只係你想提嘅，咁我排前啦。係咁樣嘅，美國冇話總統去。 提條羅出嚟冇乜依樣嘢，總統唔可以提條羅啊。總統總統係每年國庭之民邀請嚟發言得，但係議會裏邊咧唔關你事。呢個係美國嘅三權分立，好絕對嘅。佢嗰、那個行政機關就做嘢嘅嗱，我俾權你，O K 嗱，OK? 我俾權你，你做嘢，你用個權。但係你想建立新嘅權力咧，唔好意思，你問我，O K。OK? 即係你可以用，你要新嘅權問咗我先。美國好清楚嘅、那個三權分壓，OK。跟住誒立法、行政啱唔掂數？喂，有拗交啊，想 call 啊！佢又唔係話以於即係即係以武謀信，permanently sovereignty 又唔係。佢總之就是三個互相 c h and balance，即係佢三個三角關係互相睇住嘅。依、這個就好多人唔明個美國憲制、那個好好玩嘅地方。 所以嗰、那個嗰、那個誒、呃、sign statement 咧，嗰個真係就阿 Donald Trump 神就話佢，佢、欸欸、好似呢啲單嘢，個行政員太大，但大佬哋食咗我啲權唔係我唔係好啱數喎。其實係生下嘅，但係人哋邊度攞嚟做文章？我真係覺得你當啲人唔識美國法律㗎，即係鬧新聞台真係好嘢喎！真係，我前日我都想，即、就、係、是、我係咁依賴過咬過啦咁但係我都再 check 誒、呃、美國嗰啲。 誒 constitution 嗰啲 case 嗰啲，佢個嗰啲 case，因為我係以前喺中大，我係讀美國 con l a 嘅，其實，所以我亦家明白點解我對美國法律有一定嘅認識。即係話誒，有啲用字上，我我當然唔夠熟啊。但係話嗰啲 procedure 或者唔同 law 嘅性質，咁我我仍然咁我然知，咁老實講，你、這個 sign statement。 講句難聽啲，即係你 Donald Trump 信下，你就同佢大做文章，又話啊有可能無效嗰啲。如果再有人講啲咁無知嘅嘢，再有主流傳媒，我真係我我覺得嗰個我、那個彩主同埋嗰個總總編應該送去堆填，唔係咁樣嘅。Science statement 嘅效力效嘅，其實美國好多網站都有介紹嘅，其實亦都有 case established。因為個 case 最後就話我唔會理個 science statement 嘅法官，因為。 Only Congress can make 咯，講完嘅個邏輯咁簡單啊嘛。OK，所以你話誒、呃、NDA 會唔會？即係當然 NDA 好少有保留 statement 嘅，其實都唔多嘅。其實就佢、是、sign statement 通常有啲就到天國花紅，即係睇每個總統嘅風格啊。因為嗰個係佢自己嘅言論自由嘅。OK，即係佢點樣去發揮佢言論自由嘅 sign statement？唔條 l 唔同 law 嘅 sign statement 都唔同。 即係早期嘅 science statement 就好 standard 嘅，係 Reagan 開咗個先，因為以前嘅 science statement 咧講嘅難聽啲，即係 Reagan 之前嗰啲即係當然有佢自己評論啦，但係好多時係標準化嘅一份貨嚟㗎，噶，跟住嗌乜乜乜咁，畫只龜跟住完 cover letter 嚟啫嘛，係咁啫嘛，所以你依家你可以預期就係誒嗰個、呃、say h u b l o t 你預大家如果真係誒、呃、國會真係成功，真係參眾人院同意加呢、這個難民落去，即係並入去嘅話咁，你就預嗰個難民申請嗰、那個就應該八月中左右就會開始 implement 過國會同埋得到 Donald Trump 簽字，跟住九月左右 implement，咁樣大概好差唔多，即係呢樣嘢就冇乜大食大嘅爭拗。 我反而我會留意就係 NDA 除咗個 say hard 不 at 之外咧，會唔會有再有其他嘅嘢加落去？會涉及香港同中國？因為咧，每一每 NDA 咧，即係大家好關注，即係頭先我講咗啊，sign statement 啦，我講咗 say hard 不 at 啦。NDA 咧，除咗我哋關注 NDA 嘅以往嘅，我我每年都會睇一次 NDA 嘅。我我你知道我係軍事迷嘅。 對對於個軍事迷嚟講咧，大致上 NDA 嘅可以睇到兩樣嘢。第一，有咩新武器玩？因為佢要研發某啲新武器，或者要買某啲新武器咧，就一定喺 NDA 或者喺個 Apple P A at 嗰度睇到買做啲乜，即、就、係、是、有咩新嘅兵器。 即系你读军事或者研究军事，你好难唔研究兵器嘅，好食，讲、okay? <laughs>。O K，即系你咁样，我一个巴蕉嚟嘅，你巴蕉，我一个巴蕉，咁你多少就会研究坦克啊、战机啊嗰啲。多当然我又唔系话嗰啲好崇粹，有啲人好崇粹。啲战机、坦克嗰啲嘢，我又唔系嗰啲嘢。O、okay? K，即系但系问题你一定要知有咩新兵种，因为唔同嘅兵种代表唔同嘅战略嘅改变。即系美国有一样嘢就真系好变态嘅。 佢每 create 一種新嘅武器咧，佢都係 change the game 嘅，好 crazy，好 crazy 噶，話俾你聽，即係好似佢誒佢美國喺戰機上嗰個改，即係二次大戰後期嗰個改變，打到德國同美國傻曬，跟住去到噴射，將噴射 c h e c k engine 加入戰機嗰度，又係一個 game changer。 Game changer 啊！佢好多呢啲嘢噶，黐線嘅美國，美國每次都中意做 game changer 噶。即係、就是、我你唔好講原子彈啦，原子彈直情改變咗成個戰嘅格局啊！你哋有咩 ICBM 嗰啲？嗰啲係佢佢確立眼戰嘅格局。眼戰,戰就係我燒錢去打仗啊嘛，其實即係、就是、你個眼戰就係正一種正坐戰嚟嘅。其實打咗好多年正坐戰，但係佢將個正坐戰嘅格局唔同就係、是。 即係以往你唔會有人打正坐戰，你正坐戰最多一年都唔唔會超過一年啫。我識講，你唔會正坐幾成十幾年，誒幾廿年正坐戰。但係點會有幾廿年正坐戰？就係、是、因為原子彈個興起，同埋個投放方式嗰、那個那個改變。OK，咁但係咧去到誒、呃、NDA，如果今年嘅 NDA 個 drop 誒、呃、有好多涉及中國嘅條款。 誒呢、呃这個係會影響成個好好影響深遠嘅呢個，即係好似最初 ban 華為，佢係二零一八年 NDA 開始，因為當時嘅 NDA 最終就冇誒，就 finally 冇 ban 華為啦，LTE 二十 T，但係後嚟就嗰部分咧就行政機關同國會就抽咗，另外喺其他地方用咗。嗰、那個係意識到你會睇到美國嘅戰略嘅轉變 NDA，所以不過 NDA 係好值得探考。即 NDA。 個抓系乜？啲議員講到啲乜？啲議員有乜見解？佢爭取啲咩 budget？你係睇到美國個軍事上嗰個戰略嘅改變。如果 NDA 下年係好多涉及中國嘅，咁你就預咗，就算今年秋季唔打嘅話，你都預咗明年都唔慌，有咩好好日子過㗎。OK，真係呢依啲嘢係好清楚嘅呢啲。 即係你呢啲係好明顯嘅咁啊！今晚第一節即係講到呢一度先啦。今晚第一節咁嘅稍後就講第二節啊。第二第二節就我應該都係再分析軍事嘢嘅咁啊，就係、是、無人偵察機個，我就等間第二節我會再講個真係。但係熱普城嗰啲人啊，你唔使留啲垃圾嘅，而啲五毛。 我麻、mm hmm. 不用留留言的，在这里我不会给你们任何机会留下一些垃圾的。你们可以，你不喜欢看的不要看，你不要在这里这个这个捣捣乱。你办公中国共产党做做事的话，美国人会对付你的。咁啊，第一次就讲到依度先